因为雾霾影响，工地停工，工友们都上不了班，整个宿舍的人很难都休息啊。今天晚上必须得整几个硬菜，好好犒劳一下。老张，咱这出几次卖个菜又不相亲，还非要穿个皮鞋？我从夏天卖个这皮鞋，都等到冬天了，就为今晚聚会，朋友们在一块显得隆重一点。像干工地的，每年因为雾霾影响都会停工，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，刚好给自己放个假啊。昨天洗干净了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啊？怎么来？哎，请你喝一下的。你每天上班啊，上班都习惯了啊，你突然有一天不上班，感觉还有点不适应。跟我老婆说，人家安全也是，大家以后努力干，该干的把本各自己本职工作做好。啊。年底工地不会断你们一分钱。咱这宿舍不能租房，能租房先，咱就卖个工，咱自己租。给录一。这个村子就是刚开始我来这个工地租房子的这个地方，但是当时看了一下，房子确实很便宜，但是就是离上班太远了，就没有租。这也是一个村子啊，这边住着很多我们工地上上班的人。这是烤鸭还是烤鸡？老板多少钱一个？28元。下面这个是鸡对吧？对。上面是鸭子。鸭子28对吧？便宜不？便宜点吗？拿两个。两个对呀，麻辣还有五香。一个五香，一个麻辣吧。嗯，闻着挺香的。一个麻辣，一个五香啊。啊。这是麻辣的，这是五香的。不送啤酒吗？好多买烤鸭送啤酒的。你看你能找到那买烤鸭送啤酒的内大的烤鸭不？他送给你，他的烤鸭小一点不是一样的吗？啊。他送给你啤酒，烤鸭重量没那么大。你要吃，你要吃个味儿，你不能把都是换成架子。啊。那烤鸭子的好吃，好吃也。烤鸭，你看着那啥，你他说送给你啤酒，我们这都是将近3斤的烤鸭了，你看他那有多少？你看这个。啊，就是这个鸭子大一点，对吧？烤鸭味道还好吗？猪头肉多少钱？猪头肉28一斤。28一斤啊，猪肝25。啊，腊肠25。先瘦一点的，老板。这都猪肉还有，你肥瘦都有。猪肝吧。这的少不少？可以可以，这个还有腊肠吗？要多少一根吗？一根。别掉了。肝和腊肠。腊肠22。啊。这个18。这个你给我掰成酸辣的吧。啊，这一晚上这全就卖完了吗？这肉的，这都人现在少一些，大多数还是工地上，对吧？啊，对。菜咋称的，老板？那个是9块1斤，全部是9块，素的全是9块1斤啊。来点这个粉丝。要麻辣的，要五香的，这个。麻辣的啊，老杨。啊？麻辣的。这个28对吧？对。啊，这个。你这声音太好了，两个人都忙不过来了。啊。可以放点那个花生米吗？这个一般都不错的，你说出来了，送你的。这有半斤吗？有56。56啊。一个40的。啊。一个28的。130整。130整。对。热的不能跟凉的放一块啊。啊，应该定。这两个鸭子热的。啊，对，那是热的，这是凉的，我就给你套个袋。行。130啊，老板。啊，今天晚上都没有吃饭呢，光吃这个菜不行啊，去再整点馍，不知道哪有卖的。这酒多少钱？25。拿一瓶够不？拿6的。6的是雪碧，一次性这不卷10个？35。哪有那样卖的？人家都是卖一包一包的。拿就给了。这多少钱？大概5块。好。有一件水。那你先放后面啊。那后面有大袋子的。看这。哎，今晚这丰富丰盛，哎呀，战果累累。哇，肚子饥的不行了，今天就吃一顿饭。